然后它又很波西米亚的风格，对，它很波西米亚，然后它的袖长就大概是七分袖左右，对，然后这边是有扣子可以扣起来的七分袖，然后它下摆呢就是做那种有层次的那种微微的蛋糕裙，对，所以其实你整件的洋装会看起来比较有点层次，它整件是那种宽松的，所以其实这一件啊，我觉得它不太切身型 ，M 号对不对 ？S L 号 ，S L， 可是其实这一件你看它这么宽松，哎，又都穿 M 号，还有穿 M 号，对啊，它可以穿超多啊，超大，对啊，我觉得很 OK， 可以啊，而且它还有口袋，我让我捉摸到，头摸到。你都没发现吗？我都没发现他有口袋哎、欸。对啊，口袋真的是我们客人的最爱。很随性的那种设计的V，它没有领子哦，它就是做一个倒V的设计，它不会很低胸，不会让你觉得后面很露光，然后前面就是两条这样的带。我觉得就是一件很随性，然后很休闲，然后又是一件很实穿的洋装。